侧全剪掉了。啊，它尿尿是会尿到内侧是吗？我是嫌洗的时候会比较好洗。它今天要剪一个布朗头的造型，这个小狗狗的耳毛，哎呀，主人一看平时就护理的不太好。啊，一下翻车了哈，耳毛粉带倒太多，那没关系，直接就顺着它的身子推就好了，原生态。来了，你在撑屁股。这个脚脚，它性不性感呢？嘴巴两边的毛有点断掉了，看到没？颜值还是可以的哈。狗狗除了剪圆腿，还可以剪什么腿？剪出一个奥利给的腿。奥利给的腿是什么腿？踢了一下，哎呦，后驱对不对？这大腿很爱的吧？慢慢的去修哈，不要着急，慢慢的修。圆柱腿有没有？有，就那种感觉，对吧？圆头配小耳朵，有点流眼泪，是不是？我们给它滴一滴日常护理的眼液哈。平时在家可以每天给狗狗滴一滴，轻轻的往眼睛里面点一下，点一下就好。哎，对，滋润啊，滋润眼。玩具头，过来，过来。狗狗的毛不能盖住眼睛，顺着它的毛发去修剪，超过鼻头的毛发都给它剪掉。它上次是怎么到？为什么下巴是尖的？不知道。啊，我们先把下巴剪平哈。他喜欢甜，想要甜甜一点的脸。甜，他是会微调，我像你说的，是吧？对，微调。下巴这里一定要处理好啊，让它很明显的分开来。冰，哇哦！